专制它都会是，它是一个穷途末路的一个现象，它是一个人类野蛮时期的现象，它正在告别我们这个时代。所以那些保守的那些反动的势力，他们是穷途末路的，啊，虽然他们会打我们，他们会攻击我们，他们会歇斯底里，但是我们顺应这个潮流，我们代表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是代表这个民族的希望，所以我们在心态上完全是超越他们的。典型的一个政治体制问题，你说什么惩治几个贪官啊，在这个体制下已经没有意义了啊！你现在最根本的就是权力到底是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权力公权力到底是对人民的选票人民的满意度负责，还是对于上面枪杆子负责，这是根本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啊！不解决民主的问题，不解决民主选举的问题，一人一票投票真正约束权力的问题，你这些贪官污吏，这些地方恶霸，这他必然是横行的。这是越来每一个王朝末年都是这个德行，这是几乎不可避免的。2014年1月22日，许志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23庭第一次开庭审理。警方封锁了各个方向，通向一中院的道路。禁止媒体、公民支持者以及行人靠近。留人，马路不让留人，快！走走走，快！不得好好说，不听了，听不懂啊！Two behind me are common lawyer. As you can see, we're now about 400 meters away from the court, and they're still pushing us back. This court case is only going to take one day. It's expected that he will receive a maximum sentence of about 5 years. It's a very secret court case. Only two members of his team. 倡导大家做公民，堂堂正正做公民，践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履行公民责任，推动教育平权，实现子女就地高考，呼吁官员裁点公事。在这荒诞的时代，这就是我的三大罪状。社会进步总得有人付出代价，我愿意为自由、公益、爱的信仰承担一切代价。无论这个社会怎么样溃败、荒诞，这个国家需要一群勇敢的公民站出来，坚守信仰，把权利、责任和梦想当真。我很骄傲在自己的姓名面前署上公民两个字，希望大家也这样，在自己的名字前署上公民两个字。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把公民的权利当真，把公民的身份当真，共同推动国家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自由、公益、爱的美好中国。这个是最大的，最大的。我要一个最大的。你今天就预则。我说你今天就预则。最大的可能一会儿留着点精神，可能还有一差耳朵，可能就是一件了嘛。在中国没有空间公开谈论政治，政治是可怕的，不允许人们讨论的。如果党员来讨论政治，那叫妄议。我们私下里谈论政治，我们私下里关心这个国家的未来，但在中国这是依然是可怕的，这可能成为我们的罪状。这次大范围的抓捕不是偶然，其实是他们蓄谋已久的。过去7年来，几乎所有独立存在的社会组织群体都被遭到打压，公民群体一直承受压力，
因为他们希望每个中国人都做臣民，而我们执着的唤醒国民，做公民。